请收看卫星世界用体风水学团法讲座。地区的各位乡亲、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继续来甲各位啊解释着咱风水、易经甲日南身体的关系。啊，顶阵呢，讲着咱这地主呢，酷酷扫扫七八年啊，扫呢，啊，要一个方式呢，咱什么叫塑形？好，咱来这扫的时啊，好，咱一起。家己胸坎啊，家己拍胸坎，嘿，禁开，吐出来，一盖再起起来，面向东，看日头，好，气喘落去，然后吐出来，一盖拍五盖，一盖拍五下。你莫拍伤者，拍伤者带伤。啊，你伤细也嘛无效。哈，啊拍拍咧，烧滚水一只，或者讲哎，咱就药啊一只，这足紧的足紧就好呀。我曾经甲台中我一位地主做小儿科医生，啊，伊专门在治扫。啊，我讲你治扫的囡仔，我教你一个方式，你做医生啊。囡仔嘞吼，你个看下，脚踏片大个，大大过来呀，大大的，叫起袂不大大嘞，等于啊，药啊叫食就好呀。你个大大等于扫个囡仔足紧就好呀。哦，到尾伊讲老师啊，足好呢，安怎好？我怎么好？生理偌好嘞？那扫拢拨来找我。我讲你若讲安尼嘞，才安尼做，会用帮助足侪囡仔冤枉食药啊有够侪。好，所以。咱大人后壁转袂着，头前家己歇，家己一转。那无后壁禁开，转壁，弄壁，弄者，哈！你扫真紧就好呀，药我食真有效。哈，那我咧扫咧，哈，我食上药真有效。我食诶，要一项咧，系电形台救医伞。哈，因为啊，迄发明电形台救医伞咧，我足好朋友诶老爸。我食，我也是真有效。看时机啦，看时机来食药啦。哦，个人一时一时病，因为咱人都压着了身体，要来讲结节善缘，要结节了善缘，所以食药啊，咪歹代志，破病嘛咪歹代志，破病照咱体，要大家来结节好善缘，啊，不过是较蛮较好嘞啦。嘿，还有咱这地主。黄运平呢，身体如何？哎呀，你无头无脏，要来改善呢？你要是看医生较稳嘿。好来，咱要一个哈，黄里入春哈，这入冬年啦，入春。啊，身体状况八字啦，十三年七月二八，啊，你的元神较虚，元气不足。好，元气不足，有病那无病，那有那无，所以各位啊，那么出事，时间要算得着。你若算唔着吼，一世人一台车咧，跳伤紧咧，脚利利落落，吼，这命。所以咱开易经的命法就是安尼，咱来读读的，后摆要出事，时间甲你算落来，吼，但是都无问题，啊，命就骨啊，当刀下面轮。命入骨，当刀下未落，哈！啊，事业运道咧，啊，八字命四十四年，哈、啊，这叫做六月二三山水王，嘛出事唔着时，
完成借助出世来。你若慢两点钟来生呢，完成借助得要咧爱困，要咧独孤。结果你出咧世咧，两早落来，哈，结果完成借助对你落来，所以咧事业诶，注意明年了偌钱，啊，老尾了诶，则摕来报喜。吼、哦，明年爱小心嘿。啊！你有才无靠，或有靠无才，你有靠靠无才，家己较死的就好啊。好老运啦，好老运嘿！啊，齐炳宏先生一海年九月就死是大破，大破哦！伊已经是高雄去，住伊十五天啊，今日高雄高医的验出肝有人，唔知如何是好，有危险无？大破有危险啊！阿弥陀佛，好，紧来给医生来人抽抽掉。好佳哉，伊命底要有天医，要有天医。好，那恁啊，然后时间呢，卡过来去拜地藏菩萨，伊大破的人甲地藏菩萨有缘。唔是讲大拜地藏菩萨，你落地教，唔是安尼，唔是安尼，哈。所以肝内底有人的人啊，哈，好，咱这叫做完成借助就降落来啊。哦，阮的本身有大破，大破若无注意食，老来会捡家去，吼、哦，即爱注意，吼、哦，啊，紧来去求地藏菩萨，嘿，啊，罗家的方位来源以南北，吼、哦，南北，诶，磁力层磁场，南北极磁场定方位。如以龙两平吉凶合成磁力场解读，为何龙必吉呀、啊？哈、哦，这就有凶，哈、哦，福有凶，是用磁场解释。好，咱一个人，咱人，好多华无定华，地球二十年改变一个空间。所以才有三元九运一个空间，南非南，北非北，东非东，西非西，天运完全地球静止状态的时啊，南方就是南，就是火；北方就是水。那么地球它会自转与公转，是太阳，拄只甲各位讲过啊。地球射日射月日头呢，一点钟十万八千里，然后自己嘛咧转，一秒钟472公尺。你看，这是自转与公转啊。那么南非南，北非北，经过复合着咱人的体型，咱人就是一个小地球、小尘埃。那么咱人固定。想符合着天大自然宇宙因因何生死的法则，所以咱人南北头是南，卡伫北，先天呐、啊、本来的磁场在呢，左手 plus， 正手是 minus 就是阴爱加 ，plus 就爱阳。你看一个人，伊若时时拢用正手左手举起来的人，这个人会较自卑。那假手动作是假手夹起来的人诶，伊常常忘了自己，会伤害他人，这是咱人诶人体力学。地球诶磁场，是无变，那像现在天文来南，是。会呢，哈、哦，七八九一哦。现在南方是属土，啊，北方是属木。民国33年到53年中间，南方是火，北方是水。现在每年开始咧，七八九一二三四，每年南北拢是属木啊，所以发挥发挥挥发也挥发，好、哦，这是宇宙的道理。好、哦，磁场，咱人辛苦望磁场呢，是安那风水会影响到人。咱人骨头，死人活骨头，是啥原因呢？咱的人有骨髓、精、气、血，
精气血，精气血形成咱的骨髓。咱死了后咧，骨髓内底咧有铁质，铁质有五种：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气，以能量的存在。地球本身嘛有这个五种的气的能量，金、木、水、火、土，南方之温嘛唔是一南，南嘛唔是火，已经是属土来啊。所以拢是自转与公转，自转与公转，互相的调和状态之下咧。所以南非南，北非北，非法非非法。所以咱人本身的磁场就是这个原理。好，你若有兴趣者，欢迎咱来读这条都已经。啊，所有的地方皆可以适用中国风水道理嘛？过去中国风水法的启发，伫中国的所在启发；佛法的启发，伫印度；啊，佛教的启发，伫阿拉伯，启这个法出来。所以法呢，咱唔是完全定伫中国。风水依爱依人的原则。在六年前，我去纽西兰，去啊红华嘛，啊去啊红华咧，我他们老师方位学。不要谈方位学，谈环境，好空间学，空间学的之前王哎总经理这好王理事长啊，好这个空间学，其中几行呢？我假使咱的灶位甲冰箱相对，一定给它扫扫袂好。同时，咱台南客家豪家豪屋里大菩萨的孙啊。好好先生，伊移民伫纽西兰，听着我咧讲个时啊，伊就知影伊家己老母扫十二年，就是伊老母个灶位甲家属了十二年前，伊买一卡大下冰箱咧，囥个囥含家属了相对，所以扫十二年。竟然我倒下来，我来后壁倒下来，甲因老母个家属咯，迄个冰箱刷边去，无几工咧，老母扫十外年，十二年才好。哦，伊就感觉足奇怪啦！啊，伊个咩咧？我敢学这样多，三两百块。伊甲亲戚朋友，进去因家，伊就看人个灶，有是无对冰箱无？伊讲我做这项，即个做即个菩萨的话，所以伊啊，甲做安尼咧。那朋友去因家，伊去朋友家，拢看人个灶位是毋对冰箱无？那有刷掉，伊说：“你这拢会扫，嘿，你哪知？”伊讲。知影一项，安尼着土会食到油手呀，做菩萨啊！所以伊呢，然后老师，我着传咱就好啊。这就是无的话，啊，凡是有风水的法则，大家所讲的风水，或者讲的讲风水，世上挥发挥挥发，但是环境的布置，一就一，二就二，因为咱人的身体、身躯、先天。的卦位是先天的不变的，不变的，安尼就安尼。你走到北极，走到南极，走到天顶，走到地下，拢同款的真理，哈。好啦，你问的问啊真好啦。中国与台湾与风水学如何设立？台湾噶拢同了地球，台湾好地理呢？台湾八国水的神呢？八国水神呢？只要拢水，所以台湾的多无？台湾未倒，台湾会散无？台湾未散。那我时啊，咱就无那未散。这几年经济才无好。我跟你讲，咱台湾虽然经济才较安者，叫咱修行尔，上天无叫咱散呢，叫咱修行尔。过去经济修好，咱拢未准则。车高速公路直直直无车，驶平紧的，啊，就会走粉，拄转弯就走外口出去。咱台湾的经济早期甲即摆拢要安尼。好佳哉！即摆车愈侪，愈慢，车祸愈少啊。那相对的，就是讲咱人现在的经济渐渐较稳定落来，大家了解着爱惜福啊啦，惜福啊啦。哎，各位吼，我来高雄，我上惊一项。好，咱家黄师兄啦，黄师兄，咱家师兄师姐啊，伊都老板啦，吼，拢要请我食鱼翅，食好物件，佫遐侪，我食要唔食完？无菜要食完，腹肚迄个宝宝在讲话，你看足热情的。啊，咱啊以后你要请我，三菜一汤，
煮大富，我一定要来请。你若搁蔬菜，我食袂完就无菜。哦，在秀福，秀福，嘿，因为这个呢吼，台湾的地理确实好地理，啊、哦，一个明年开始，西岸、大中国、台湾的西岸、西海岸，啊、哦，连续有几年呢？40年，唔是23年，40年的黄昏啊，哈，咱大家等的好个，好吧？好好。那么咱乾元呐，元兴二进风水论呐、啊，会当下无？咱啊风水，乾者为天，乾者顺遂是光明，宇宙的虚空，星球烧光了，无半粒的时，整个虚空拢是光明啊！所以元兴二进。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拢是元兴二进一命除二意尔。所以各位，咱学地理的同修，一定爱学佛法，啊，了解到佛学。咱若唔知影佛学，完全干咧地理去接的是未信、未究竟。哦，所以师父虽然拢咧讲易经、风风水，但是佛法足重要。哦、所以咱家咧挥发挥发发，咱这个心真重要哈。本、哦、来陈立庆农历69年11月30水会季节，哦，要创啊，不乖咯，我还爱下午2点，你若买巴肚鸡摸提早2点钟多啊，提早1点半钟就使了啦。哦，这个水会季节俩，那论读册咧。找孔子公约论开钱呢，是师傅，怎么办？哦，那这里有一个好方法，咱这行也要爱拜祖先。咱真侪人囡仔唔乖，有原因呢。有诶，祖先来倒开呢，祖先来甲倒出来开呢，毋是祖先无理呢。咱毋祖先来超度，咱多念经回向咱祖先。早时起来，吼，咱来点香呢，3炷香拜祖先，请历代东乡历代祖先求现即座阿公阿妈阿祖阿太阿孙某某人已经未失去啊，无乖，吼，你甲牵伊三魂七魄转来，互伊行正路。啊！你现啊叫某某人三分七八等，啊，比如陈一庆啊，陈一庆三分七八等啊，陈一庆三分七八等啊，你较骨力个叫嘞，囡仔伊魂渐渐会等会安定落。你去改无可能，去坐无可能，只有家己生、家己负责、家己度、家己超，但是上有效。了，救人不能救家己嘛。哦，这个道理啊，贵国神师传有够济。好啊，要来啊！一庆一庆啊！吼，你名你甲换过一下。啊，一庆甲你一项有哪庆祝嘞？哈、啊，你甲改二庆义义，三民主义义，陈义庆，不是陈义庆哦。春节的庆，春节的好个名啦，春节的庆，点单号都春嘛。哈、啊，陈义庆，春节行好个名。哎呦，阿弥陀佛啦，甲陈文志个同款啦，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啊，恁这个名个改过，陈义庆，哎，安尼这囡仔就乖了呀，哈。啊，陈什么金？你这是名写个错看无？哎呦，看无，我老我都来改管，什么真？哈？什么真？啊，伊哦，戴伊，啊，啊，哦，新台伊哦，哦，啊，陈医生呐吼，74年，姓好嘛吼，啊，
有无？啊，手手扶着，哎呀，恭喜啊！你生一位菩萨，修道名菩萨。啊，伊阿伯咧，行这个行技术咧，足好诶。吼、哦，也、啊、是要去修行嘛，足好诶。嘿，这个囡仔真有福缘，哈、啊，真有福缘。这个囡仔咧，爱走远路，上好若要去外国啊，好去读，读册才转来。这个囡仔爱去外口学一下啦，吼、哦。啊，这个、桂福安75、77年正月十九，回天大佑15岁，幸福。啊，入京高中中立邮政身体。这个囡仔上惊伫偏呢，上惊伫偏呢，那无其他就较无要紧。嘿，啊，各位吼，咱若偏啊，有一个方法，偏啊若高会老，偏倒老的头壳就较歹。啊，偏会倒老的咧，你用啊，囡仔热敷，再时间尽量热敷，鼻倒的咧再时热敷，一阵仔就好呀。比食药较好，嘿，这啊，啊，我阿哥足会讲，拢足有经验的，嘿，啊，如何开智慧？嘿嘿，开智慧有效，念佛，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咱各位明年咱有囡仔就要考试啊，哈，咱真有效的要领，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开智慧的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曾经呢，咱有一位查囡仔呢，伊考法官啦，考9年的款，建考这写是毕业，囥呢袂叮当。啊，跳到举起来时啊，已经半点钟啊，考9年，考到要尾跳楼自杀。有一天，因的亲戚在讲，才走来找我，我唔较简单，因为你会着惊吓，读到要死，惊考袂着，所以你会着惊吓，字呢袂叮当。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迄个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达内在在地府的彼岸。你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认真念，念了，你要考试的时进前呢，你伫外面免阁看，你若读会看咧，遐多少你看咧，仔细看着咧吼，起码你记袂完全。啊，那么上好，可是正常呢，外面一直念啊，念念这个呢，莫讲了都讲有诶无诶，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做阿公做阿妈，莫讲爱念要食茶啦，念要做啥？啊，你迄个无效，叫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迄阵就是去收拾咧拍灰啊，智慧就是收拾意要，意要收拾拍灰，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这边呢，可是怎拍灰？哈，啊，莫叫伊啥？你试着也免看，目睭点点开咧，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一直念念到心静，你才写写写叫啦，哎呦，迄一个要领呢。结果呢，迄年呢，怎啊考法官呢？考了全国第一名。我知啦，哎呦，老师啊，恐怖呢，是真的假呢？真假你讲咧嘛？第一名啊，假，按道理个落榜才是真呢。伊讲唔知，哇吼，下定就来，好像谁在拿抄刀啊抄笔，无啦，你内在智慧在抄刀抄笔啦，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是智慧的咒，所以恁等下恁孙仔恁囡仔，叫伊靠过来读这段嘞，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安尼一旦开大智慧。泰国所谓大乡乡亲，咱的李副会长，啊，罗董事长，要咱各位乡亲，今日在座也真难得，哈，咱带来予咱每个家庭欢喜、幸福，尤其小姐、妈妈、阿嬷。想需要的，咱的皮肤爱想是美白公司台研董事长，啊，咱的啊，甲咱在座，哈，咱所谓
台上朋友，今日咱中华民国96年5月18日，咱应着咱李副会长甲伊个夫人，咱所有乡亲的邀请，在今日咧，咱一只举行着一场一景风水甲企业经营工厂管理等等诶相关的系列讲座。将我本人遮侪年来所印证诶的经验，而且咱是用非常科学，咱袂使迷信因为尊重到咱每个人内在几啊千年来的大智慧咧，咱一直将易经风水甲咱企业经营共享等等的问题咧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咱今日这里咧，讲解演讲完以后，咱一个月后，咱会伫台湾电视台公司照常伫台湾早时6点到6点30，咱来播出，予咱所有诶，是台湾嘛好，伫东南亚或者是其他国家会收到咱这个节目诶朋友乡亲咧，会当共同来分享着古圣先贤所留落来的真理。今日真正有好一年。当我飞机来到泰国时，我首先所想到，47年，咱台湾八七水灾。八七水灾的时啊，我是南投人，无通食，无米好食。都咸卤米诶，当时咸卤米咧，救着台湾真济台湾的同胞，也是泰国米。迄当时咱所感觉诶，那像上天会慈悲，互咱有即个生命继续搁活落。所以今日来到泰国出机场以后，心内一种讲袂出来欢喜甲感恩，可见过去咱人伫世间无量劫以来，拢有一个真互相相调和、互相相关心、互相相疼爱。在台湾八七水灾、甲八一水灾两年的大灾难，咱台湾的乡亲、台湾的同胞，要食有困难，但是咧，咱是咸卤味的香味，到即摆咱所想到的，脑海内拢一定要唱掉的，在脑海内要常时会想到。我到大陆，即几年到大陆，嘛常常食到咱泰国去的和咸卤味。迄、那个香味咧，都想着讲，30-40年前所发生的迄、那个种种的情景在脑海内。咱今日来到泰国，应着咱台商遮尔济乡亲，遮尔济企业家，一直在拍拼，一直在努力。在为台湾的经济，在台湾以外国际，在顾了台湾这个本体的经济，所以咱各位企业家离开故乡走天涯，来到这有30-40年啊，有50-60年啊，50-60年迄个就是咱台商会，已经今日嘛是拄拄啊60年。所以，60年的台湾同胞来到台湾，来到咸卤泰国这个所在，
我相信拢有是过去生生生世世的好姻缘，咱才有机会一只生根，一只发展。本人自民国71年，一场病无死，吼，佛祖救起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救起来以后，到今已经25年。啊，这25年来，我一定将咱中华文化的道统、上书上的易经、甲风水学，易经风水咧，啊，共同咱来我来甲弘扬。在这20多年中间，我印证到易经甲风水，这是咱社会安定的一条。一个真基本的大石头，由于风水方面呢，嘛是咱要做任何一件事业，以前咱需要考虑的。所以这你这这么多年以来呢，好本人将一间风水含生活夹到一堆来个印证，来个实验。啊，正道、行道、弘道的结果呢，证明着易经风水是咱每个人家家户户安定平安的原动力。所以我才伫全省各个所在，啊，伫各世界各国啦有缘的，无气嫌的，我将来袂甲保留起来，我将伊甲弘扬。予咱有缘的、有需要的乡亲，然后证明以后呢，发觉确实风水甲咱人、甲企业确实是息息相关啦。所以今日我来到越南。啊，这里叫做附近，这里边边界那里泰国。首先，自从4-5年前到越南，咱所谓台商、足势台商要去工厂，我都去甲规划。上台省呢，伫越南一间木器厂，啊，木器厂是原来是林先生真认真做。但是咧，内底员工未平安，啊，所出来货产品咧，常常有订单，唔知是什么原因。有时讲啊，咱伊个是大人咧，啊，甲咱个啊地主结缘，甲讲我去再去越南去遐看，去遐看个时啊。伊个工厂是一大间木器厂，但是伊个办公厅出哩都碰壁，办公厅出哩碰壁，碰壁厉害关系咧，进无路，退无步，所以我甲建议讲，你头前这个办公厅卡掉，退后一间，好头前明堂画出来，安尼来咧。你自然事业会较顺势，啊！伊真无丢毒嘞，状态之下，无几工就拆掉呀，拆掉办公厅搬退后，结果袂头前我都明堂都开发出来，哎、欸，公司工厂员工充满着一片的和谐，啊！经过3年后啦，啊，生理事业顺势，家庭顺势啊。啊，真顺势诶！啊，伊讲师傅啊，我看啊，有较顺势，有啥个改进无？我讲我卡一间，原来你这间办公厅卡掉，过来第二间，你搁卡掉，搁退后过去，搞好，然后退后过去，啊，搁起起来咧，好、哦，头前的明堂就真快咯，目睭八金诶，看出哩。人生的路途、事业的前景，感觉就真正会开阔。所以这2-3年来，
寺庙都真顺治，工匠员工皆真和谐。然后问我讲师傅啊，爱有啥物补充无？我咧做木器的咧，爱按筛啊，按石筛。啊，石筛，森林之王，森林之王。啊，那石筛爱按啥物筛咧？爱按南筛还是北筛？我咧爱按南筛。你按北筛，甲你看头前会多久？哦，按南西咧，脚打球，头壳关起来，迄号做南西。南西就是脚打球，哦，啊一脚打西啊囝，啊就关起来，啊，看天就对。啊，北西我看头前，所以咱边洋啊，共相，咱所按的西，上好是按南西，拢要关看关起来。哦，唔是看天看天看天咯，迄唔是好多有位就对。那么师傅啊，当要安怎？啊，当拄只咱只用餐的时，咱大天宫罗当处长啊，啊来加一个当处长，你讲安西啊爱开工点眼无？爱爱开工，哪会当请神明来开工一对一的？咱若神明，咱若无当请。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七一十五，吼、哦，咱阿妈滚的红布甲白嘞，甲一小酒，甲甲菜，然后嘞，甲一玲珑啊，玲玲亮亮，玲玲珑珑的，甲一玲珑啊，咱是吹，咱穿一个五谷，吼、哦、来恭敬咱兜的神明，先做主，我现在西亚嘞吼。啊，请你甲开工点眼，开工点这个眼。啊眼呢，咱若用我们家己点呢，有当点到煞死死，煞目睭倒掉倒掉，迄又做无生理，嘛唔对。那么话紧，你甲家己的话，免甲开工，你自自然然请神明，伊会自然会降临来接西啊来接。安尼是足好方法，因为咱若假使有降机来点，当然会正确；若无降机来点，有当时咱家己点，咱都虎视鸟都捌咧画啊，要画到西，哦，要画到有生命是无简单。哦，咱就降无形诶来开工来点眼，西啊自然灵性就有啊。伊就照我讲安尼，爸爸咧，玲珑啊家咧，伊厝面顶啊办公厅下拜太祖爷公啊，啊伊就做安尼咧，你开工点眼，照常行个迄西啊咧，行个足行个，啊足活泼咧，所以这拢是风水的法则。那咱伫越南结遐济。好的朋友，啊，遐一个香香，开始要规划要设计的时，我讲你有机会要设计，上好图画看咧。啊，因为我本身学都市计划测量，我原来在画图画真侪图，只是只不务正业，换行这条路来尔。无本来我咧画图设计嘛画真侪。我嘛设计好，你才来照安尼大完整落去规划设计，哈，才去施工，才起起，一定会符合风水的法则。所以说起起以后咧，啊，加只平顺，一个风水咧，都是大自然相平衡的。咱来融入自然，咱无叫自然融入我。咱若讲要叫自然融入我咧。咱要将尘埃刷走啊，风吹也也飞。咱要融入大自然，融入风水的法则。所以啊，下我这一年以来，对企业界，咱只工厂的朋友，下我特别的，存一个赞叹和感恩的心。
感恩，因为有咱各界的企业家，恁足好的产品，好，我若要用啥，才有当买，才有当用。若是无企业家，恁的智慧，啊，恁的拍拼，我现在欠着一项物件，我无物件好买，有钱哪有效？无效。啊，要是爱有好的产品，咱来运用咱的事业。所以我真是真正感恩的心呢，我才会发一个心愿，讲若是企业家、企业界，啊，需要我来服务的，我一定会为各位来奉献、来服务。只要我捌的，若唔捌的，迄就免讲。那么这几年以来呢，无论是大陆、是台湾，或者其他出名头尾的国家，有缘者，我拢提供伊下咱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的妙法，甲事业息息相关。我咧学这个道的时，我的法门是对日本过来，日本人，当时伫管理台湾的时，伊有总督府，一个工程师。伊就专门办都市计划的工程师。啊，咱是台湾过去所有都市计划，拢是日本因依照风水的法则，来规划的。即个日本甲台湾虽然讲短短几十年，但是因嘛无甲看做讲，因为几十年咧，我清清采采，伊还是根据风水的原则。下来设计是台湾，设计咱的总统府，咱的所有各部门的，咱看伊设计起来，确实真正有一个威严甲庄严。总统府伊设计迄个工程师呢，日本的工程师，因为台湾人有一个姻缘呢，甲迄个工程师熟识，工程师呢，则将这个叫做风水的妙法，传予咱台湾人这位先生。伊个学了呢，因有一个姻缘，咱伫庙栗所在呢，就是伊个阿姐伫嫁查某囝，伊就去请，适时拄一个苦老先生，苦地堂先生。伫苗栗公馆大溪村，81号邱地龙老先生，伊就结婚8年拢未死，拄啊去互迄个亲戚，互伊请喜酒的时，拄啊听到隔壁一个先生呢，讲到呢，那是会食糕啊。那像嘴角全破，那邱老师、邱先生，伊就只个拜问讲：“先生，先生，我听你咧讲风水，感觉足有道理哦。好，我拜问你，是毋是讲我结婚8年啊，拢未生，囡仔无生，甲风水有关系无？”迄个先生有有关系。那么，请问你风水种伫倒位？伊才讲种伫玻璃观音山，伊讲安尼观音山是咪我伫水边迄边，我许你也知，因为我水边伤近咧，水煞来会绝地，会绝就对啦，拢袂生。哇，我那有够厉害，开始咧，请先生去甲看，煞了台北观音山了，第二年开始。有生，有生嘞，有生啊，生啊啦。那么苦老先生下决心甲这个先生学，这个先生诶真慈悲。伊讲咱日本人吼，咱中国诶文化传伫日本，日本诶即个机会传到台湾来哦。好，我既然有学着，我要甲传互你。苦老先生就甲伊学啊。伫学真侪年以后呢，
当然伊有成就啊，啊有成就咧，啊伊就开始甲亲戚朋友斗相共。那我伫36年前，因为家内真个袂平安，阮兜两年开刀开5个，迄是有够袂平安嘞。啊，即因个人也介绍我拜问着苦老先生。我第一次无当着，第一次去，第二次嘛无当着，第三次去的时啊，才当着这个苦老先生。啊，厝内底咧，啊有两位阿嬷，啊伫遐等。啊，那这两位啊，才摕这个日课，互苦老先生看。啊，苦老先生无咧说啥。伊讲啊，这吼，阮囝娶某这日真好哦。古老先生切着饼起来，啊，摕起饼饼咧，看看咧，袂使咧。你看，我伫日本，迄技师遐抄来，我搁抄倒过来。这若结婚咧，会掉新娘，会掉刀，